人系三期千太一波，只会有一群有汹涌理想的人，决心一本黑的品质过好。经过一段时间，也是在打错建立出三期的体系。今日俺们二小姐也在三期演出的故事，从台中南屯的丰收三期对环保环境的推广，都用人土的方式来修改的。台湾用煤的秀才里，从欧洲的水准整理做公演，连墙头啊都会体验故事呢。台中太多个哩全沙期，用各种非遗物米发沙期发天。若可以呢，水也无先天条件，还系靠能与群都市的居民，替本地唔大眼的环境，加甜美人文之善，同自然之眼。哥哥哩姑姑，阿妈最好哇！姑姑。那尽量放在池草里面，那这样才养成好习惯。姑姑，要丢开，要丢开，不然会撞在一起。台中南屯彭树下期居民，简单以起始个蔬菜，唔免下期地包界发通中心跳土丰富，也系妈妈教室来到产业发通，系到休息场入片，向下喂鸡，看当有个鸡有好世界，就从下捡过来。吃饭喽，吃饭喽，吃饭喽！姑姑，就托给享受美食的同时，利用机会到机场地堡迎接人，也将系居民进行爱做街。姑姑，哦，我今日食啊侪东西啦，大家拢主动营养补齐呢，四粒，九九。七八只个鸡，当年太阳有五百条个鸡卵是零样。四年前，彭树下期间下期认错，多出条巷就鸡散业。当每一个人都在弄开心农场的时候呢，土地不见得弄得很好。你种了，它死掉你没有感觉。可是你养鸡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因为它每天很守信的给你一颗蛋。当你在吃那一颗蛋的时候呢，你就去思考一下说，那我这颗蛋跟在外面卖的蛋有什么不一样？那其实这颗蛋它是很有价值的，它的价值是来自于很多人参与。参与休假有两个层面，一个是到现场同鸡接触，同时养鸡人。很多老人家他喜欢来这里，因为他在喂鸡吃面包的时候，鸡是很欢喜的，很欢喜的接受他的食物。那老人家他在喂的时候，喂他的时候就想，他就很快乐。那我觉得这一个养鸡场，它其实是未来是一个庇护站。另外一个层面，唔免去了解。几个世界死了，大部分系对社区收留嘅职，对个地方无限无法吐到机场嘅居民来讲，今日算尽一份心力。好，关，因为一直流啦，好个保证了。红树社区嘅休假场，兼同期天委托人土休假，底部看唔到像甘油嘅龙，系用自然休假方式。另外也是个省乱上，本家安心嘅省乱。美红，蛋来了！现在是你是当家花旦，我们这些妈妈帮你送来。在这个礼拜，尽量给客人吃这种蛋，能吃到的是福气。姐姐早 ，Hello 早。来，二十斤啊嘿。鸡场生产的鸡卵，下期居民有先买的权利，从下一条做传点。今就是在用便宜的价钱拿到新鲜的鸡卵，那些其他的鸡卵，拢送到消费界抢食商店卖，因为品质好，直接唔付卖。你又个倒来去？阿香也够油个。有，我摕一趟过来，反正先把油整理掉就是对了啦。彭树下期做到二十年前就推动下期总体认错。建除了美化环境之外，还要同社区力量用企业化经营，像系环保茶具，就会收集社区地表嘅回报油，同时无添加任何化学原料所生产嘅产品。那我们一直在想办法，让社区居民融入一个社会性的运动。那环保肥皂是他们唯一要做的，那其他的座谈或者是演讲会都没有用。社区居民他是水平不够的话，你要叫他乖乖听教授演讲，好像很难。
所以他们对环保肥皂这个议题很兴趣，所以每次我要开办那个环保肥皂教学的时候，一传十十传百，大家随便都可以拿一桶油，就说老师我想要做肥皂。十四年前，夏琪妈妈学做环保茶具，对这茶具开始环保经验，居民的情感也更加来劲。所以很多妈妈她就会去跟人家要油，那社区的老板他刚开始说好啊，你喜欢油就送给你。那妈妈他们跟老板之间的关系就是说，我帮你处理掉油，然后我送你肥皂，你有送给我好不好？哎，那老板他是卖便当，顺便送肥皂，哎，那社区的人就形成一个共识，就是说，哎，谁会做肥皂，谁会做肥皂，就一直这样子延续出来。然后他把肥皂当礼品在送的时候呢，他得到肯定。莫老豆聊聊妈妈做茶具，当天一简单，实际上。是在用不是主家方式来做，还能兼发明街，甚至规整个社区拢是老良好。中间这个从瓦斯没有那个那一天开始，一直到我把温度抓出来，总共花三个月的时间，我去找出温度。当然中间会有很多失败的地方。我觉得说环保哈，要轻而易举、简单可操作才是真环保。如果要做的非常的复杂的设备的话呢，那没有用的。立下社区大概年，他就用拍200公斤的肥皂油来做茶具，卖个钱就变做社区发展的经费。20年来，彭树社区实在有安尼个转变，新主要的人物系佮江凤仁。回来到这个社区里面，我开始去观看我小孩要生长的空间，我吓死了，怎么那么脏，怎么那么乱，而且那里都随地吐痰。我说，我如果不想在学校当老师，我当然要做什么职业？所以江凤仁用教育、文化和经济其他方面的方式来推动环保工作。过程当中虽然经过一段经验没认同，不过其一切没失志，甚至越来越多人支持他。就连社区五百个餐饮业者，他同市内卖300条的肥皂油，拢不是钱的提供本江凤仁。那个人来拿油了，有。拜托拜托，社区要活动需要两桶油。因为要现在就买这个油，为那些烟蒂嘛，现在健康的污染那个社会的环境。啊，张老师又做了环保肥皂，啊，了唔会卖擦骨，啊，其他做出来大家又做来使用，态度来使用，啊，油又唔会污染，哎，很多事业的人哦，亲自出来跟社会的经验。从一个人不闻不问的人。到他看到你怎么做，进而再参加你的这个行列，然后他们的成长，然后又带动更多人进来，这就是我们最喜欢、最高兴的地方。所以我会想办法让社区的居民去参与我所设计的计划案。只有一点，我要让丰富社区更好。然后人人都有责任，社区好，这个人的品质就上来了。所以社区要不要好，人人都有责任。桃园杨梅秀才里的巷口，环保风车热情的热灯，街路巷家家户户拢有绿梅花，完全感受唔到秋社区的气氛。南外头社区低保的笔筒，一片当我演出一场微雪秀。滚！滚滚滚滚！滚滚滚滚！三村外只个抢头鸭，伊看到古厂部带东西来买，就像圣人同阿妹塞奶同款。事实上，古厂部正经就像来到抢头鸭界阿妹同款，用心界照顾健人。你啊，迄太自然的东西嘛，还其散乱散好，其又要照脱啦。俺个想到讲，你啊乱迄面染起来，人工来孵化，啊人工孵化呢？哦，因为有唔要专业啊，就拿本专业的去孵化，啊孵化了后呢，啊就是传到你下你啦。原来几年前，古厂部托笔筒发现一对落难的抢头鸭，托草地摆上栏，看到民众饮酒鸭卵来时，其实抢头鸭无后台，就同卵带上去用人工孵，到了下已经传了14胎。细鸭子的时候嘛吼，爱保温，金毛妈妈嘛。哎，你要做假妈妈，吼、哦！我养完来本期吼，本期就个就是要胎起来，胎起来的时候呢，你要做
最大的问题，其实要吸手所的东西呀。对于外行，都呼吁请提阿个专家，等于同那条声音响下，系其千反义的事情。顾闯博还讲，那条请提阿也会消除你家庭阴魂同赤眼之神。俗态的变了比同啊，就是安抚你的婆婆妈妈，吼、哦，啊，声音会吵的婆婆妈妈讲，落去个看压压。有咧，咧许笔筒，许木咧都压袂起个拉的吼，咧个辅助螺要轻度，吼，佮要吸了辅助螺个油，佮细只个要维持它。然后呢，佮个水唔要有氧化掉。嘿，插槽棒棒啊，吼，韩国个树个啊，佮地下落个了像了造体树个那拢黏黏嘛吼，黏黏之间啊，安尼变几多个吼，因为你要走的还袂被自然腐化吼，萤火虫。就是他们栖息的地方哈。秀才的下期认错，另外一个故事系同罗 Q 下期重新梅花。托新冠疫情，因此发生个主事逆工吹。那时候这是一个 QA 下期嘛，一很脏乱嘛哈，就是那时候也没有讲，垃圾不落地啊。那时候我就是我们大家的脑力激荡啊哈，就是大家的想法。就是要把社区弄得很干净，是我们共同的目标。那我们就开始啊，就组义工队。了解义工队对一百外个人，到了下已经增加到600外个人。经由指引分区，国家有一份爱社区行较好个形象。天一十礼拜，二礼拜六，韩国天四十拜六，哎，热天的时节了哈，挨到差不多5点就出门咯哈。那冷天呢，挨到出。夏天是5点了，冬天是6点了哈，冷天了哈6点，然后我都是怎么安维护环境，抬架出来安走哈，大家有可以谈天啊，讲讲七个心事啊哈，啊又等于心情不好的时间爱相信啊，抬架出来安讲讲聊聊天嘛，动好动开心啊。按多年来的答辩，秀才的对个垃圾落去个下去。变作充满环保、生态、用文化的模范社区，还积极得到演示，也是全国环保比赛的台奖。值得的社区共同参与，想要创造奇迹，其实并不难。透过乡下大饼的合作情节，本无可能变作可能的，还有台中态度的立场社区。你下看到嘅风车系用废铜废铁做嘅，用田地板有两台无用嘅铁马，其嘅功用系用来发电。老人家托运通搭铁马嘅时节，已经到发电同时续电。另外，公益嘅里面，居民发挥巧思，用无用嘅铁路吊上去，加添一道气味。还有下期以后嘅壁，要用无用嘅铁路来装饰。在我们社区，能够所物尽其用的范围内，能够资源再利用，所以我们这个社区是用环保啊，是用不用花钱的方式把这个社区给救起来。年老头民国68年，建上头立场下期长期持态度饲料嘅分布，不过因为微缩偏热、格局特色，当然是我包嘅人来买，每下建上装配，伊条公共设施也无法度完善。四维环境渐渐仿拍，错生到弄高高，又含有人口少，规个社区会变作无人带个蔬菜。70年前，社区开始主持义工会，一片酱油希望。所以它的水电工啦，它是涂一些的水泥工啦，或者是机电的啦，或者是那个岩木工啊，都非常的多啊，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创意的发挥的空间哈，所以它我们就。时常就大家聚集在一起聊天的话，我们社区是用什么方式来把这个社区，把我们的社区生活品质用不花钱的方式把它做得更好。无充足的经费，为博学界表示，居民就用无用的态度来接。公共设施爱用到的天，就用风力同天马发电。为防拍，使用心创造奇迹，还是得到环保处全国模范社区的光荣。
这个社区从一个废墟当中救起来。当然了，这个社区不是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大家共同所创造。它每一天每天它都发生非常非常美的故事哈，把它累积出来今天的一个绿泉社区哦，大家出一份力量哦，它哎我能够为这个社区赋予一份力量，哎它也是非常的高兴啊。你看听到绿泉社区，我以绿泉社区为荣。一届社区的人数，经过时间的累积，凝聚合作情感，过程当中可能没有损失，不过结果直接是成功的。我觉得我重新确定了枫树社区的社造的核心价值。第二个是大家有共同打拼过的印象，那种印象呢是让很多人他去怀念的。因为当未来在谈到一个很荣誉事情的时候，你心里会讲说那件事情我有参与过。因为一群妈妈的付出。而改变的变成一个文资，一个文化资产公园有可能的诞生。好，就是说我在这里，我看到枫树社区变成一个，因为社造的关系，它变成一个可以去凝聚未来。国家创业界以前想法穷困的人，同社区人数的效应对点抗态度面，分几家社区统起来，大家唔爱过自家顾自家，安尼国家有人脉。大家都是动用爱心啊，就感觉说这个大环境就动作去搞不好安样，嘿，给大家都达到一个共识安样。无论系台中南屯街彭树社区、太都街立场社区、同桃园杨梅街秀才里，今日环境本来并无单言，但因为居民街合作情感。丰富的创意，进一步将无可能化作可能，变作另外一种新界生活环境。衷心希望由涵盖多个社区，采用热情人捐款，同社区尽做自家的务，去爱护，去关心，提高社区的能见度同好感度。做多年的经验嘛。哦，按这个研究，都研究啊，看用的口说，用的怎拄好人，拄好人啊嘞。做千多摆啦，啊都研究，之前做的拢是空空啊，做无啦，弄不出来啦。啊，搁下后买来做研究。